少奉行在平日需协助巫女处理神事，也负责管理歌舞琴棋之类的异能人士。因家教的缘故，我从幼时就一直在府上修习礼仪。我是千言未来，今天带来元神神里绫花的 cos 王装。神里这个角色非常高雅，在游戏里被称为白鹿公主，所以这次的妆容眼影会偏淡一些。加宽卧蚕的同时，只贴下睫毛，把所有的妆容特点都集中在下半张眼睛。我很喜欢元神的这个角色，神里绫花不仅善良礼貌，又很有能力，这种大小姐的设定很少见。神里流太刀术皆传，神里绫华参上，请多指教了。